嗱，呢度咧就揾 S，咁 S 系咩嚟咧？S 系嚟自呢条 R 啦，呢条 R 咧系怼去呢只角噶嘛，咁所以咧呢度咧就系叫做一个 2S 嘅，嗱，咁但系都唔好唔记得等腰啦，等腰，所以呢度咧系35度，变咗咧我哋就会有咧35、35、2S 加埋咧就系180度，2S 加70度等于180度，所以 S 咧就系55度，答案咧就系 D 幅多啦。